Sound gives me PTSD. That's familiar. Familiar sounds. Chris. Please, dirty.然后我这边林清伟有一个 S Queen， 那在这个比较深的一个状况，我觉得 A Q 面对 U T G Peter 觉得很少加入的频率，我觉得应该会是个跟注，不至于会直接再加上去。毕竟我们的 Peter 觉得很少会做这件事情。大部分 Peter Jetty 的加注啊，要么不是 AKAQ 就是 AKK 的，很少拿一个 K 勾在一个那么早前面位置做一个加注。这把应该是他一个调整，他可能发现大家都知道他这么打牌了。哇哦，他这边跟着在 all in 出去，那这个现在面对就是林清伟，对他来说这个 all in 有点太大，这 AQ 应该是没办法跟，他当然不知道对手是这个牌，这 AQ 是没办法跟一个这么大的 all in， 这些选择要跟还不如拿一个90同花10勾同花都会比 AQ 的整体范围来得好。那 Peter Jetten 这边是因为底池有什么很多死钱，所以他跟着也是 all in 这个 KJ， 不然其实这不太像 Peter Jetten 平常的风格。那我觉得林俊远这边可能是一个盖牌 AQ 同花是一个不错的起始手牌，可是面对两家的 all in， 这个 AQ 同花是不领先的，这边拿八九同花，拿九十同花都会比较，哎呀，啊，居然选择了一个跟注，蛮意外的。哇，那如果两家都 AQ 的话，那我们现在 Peter Jetten 的胜率提高很多。好，我们这有九勾 K， 哇，都没有发出来。哇 ，Peter Jetten 这把冒了很大的风险了。好，我们的。今天看到今天每玩家打的方式都比较积极一点啊，跟平常不太一样。好，我们的 Peter Jetten 在两家 all in 的状况 ，A 八也跟着进去 all in。这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决定。那目前我们还是 A 十同花，胜率是最高的。结果我们 A 十现在是没有任何击中。结果我们的 Kensky 中了个八。Yeah, I got it. Yeah, he's got everybody covered. Yeah. 哦 ，sorry， 这是我们的 John Jonda 用一个勾收下了这个底池。Oh, sorry.好，我们这边的林清伟埋伏了一个 aces。Yeah, you
him under the gun. Now I have to fall. 好，逮到了，逮到了 ，Kaniski 的 S10。那 Kaniski 好像后面也没有积分牌了。这边可以看到这种完全的压制的状况之下，他其实还有18%的胜率，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在长盘里面，基本上是不会超过十位数的这个胜率。哇、哦！好，还好是损失10万，并不是太多。好，我们这边的林清伟在 High Jack 这边选择直接 All In 也不会不行哦。今天我觉得风格好像大家都改变了，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家是做一些平跟，今天大家感觉好像昨天大家开了一个会一样，然后大家讨论一下哪边有修正的干嘛，或者是他们大家昨天看到 Quick 打牌的方式，现在大家打得很凶哎，跟昨天的风格完全是变得另外一回事了。这怎么一回事啊？怎么这个一天两天这个转变也太大了吧。嗯，然后 A9 也跟了，这其实都有40几个前注哎，这怎么会大家会打这么凶？这个跟前两天的这个 database 好像不太一样，跟这个打法改变蛮多的。You see, he's dirty. Oh, S Queen 中了一个。I think he did it too early. I did it too early. I messed that one up. You gotta wait till he hits the queen, then you do it. 那还有四张七的机会。好，我们现在买入已经到了47手。那场上还剩下29名玩家正在进行游戏，看来是很容易破50手，在这次休息之前都还可以做最后的重买。好，我们这边的 Rudoy 选择在 Hijack 哦，撞到我们 Peter Jetton SS。这边如果90，林清伟这边90，如果是个同花。好像是可以对两家 all in 的话，是可以来跑一下的。好，林清伟选择盖牌。可通常面对两家 all in 啊，90黑90输体是可以跟的。我们看一下这把90跟进去会不会赢，不是90 off 吗？90进去，天生顺了。好，然后又被超车，现在是一个分钱。庄大这位置蛮后面的，但他还是选择一个埋伏。那我们这边 Rudoy 中招了， Rudoy 要 all in 了，他这个135,000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合 all in 的一个 size。庄大还是145,I call。好，选择跟注。Up kings。那这边虽然是 kings， 可是 one over card，sorry 不是 one over card，one life card 一对一的状况基本上就有40%的胜率。所以你看他 AQ 还是有一个40%的胜率。哦，哇，直接中了2张。
still a point. Something for everybody. 可是我们John John打的时候33%，哇，中了又超回来。Okay, let's chop it. 然后发张勾的话，还会选择分钱啊？没有，我们这边 Pocket Kings 还是 hold 住了。那 Rudy 这边后面还应该还是有个一到两个积分牌。Not yet. 好，我们这边林清伟选择跟住，但后面目前还没有人抵抗。好，我们现在是一个三个人平跟的底池。那林清伟有一个双头顺可以买，那我们 Peter Jetan 跟的 John Johnda 的牌，买一个下面顺。那 John Johnda 是一个 John Johnda 是一个买一个卡九的一个顺子，好，掉出一张 Q， 对于我们 John Johnda 是一张还不错的牌，他 A 勾变成一个双头买顺的一个机会。好，我们这边庄庄大果然选择一个下注，试着在这边偷下底池。那我们这边林清伟觉得这边跟一个卡顺双，其实他是双头顺的，那他可以卡一个接上去的顺子，所以他这边 K 九选择了一个跟注。那没有集中的状况之下，我们庄庄大很有可能觉得自己输了，但他又摊不太了牌。庄庄大很有可能会做一个，假设对手过牌，庄庄大很有可能会做一个投机。哦，过牌，没想到 A 还居然在这个 board 上面赢了。Correct. Yes, right. If I don't have, you're behind. Correct, exactly. And you can just raise advantage. You just shove any turn. I'm gonna raping. 枪口位置跟住。You just shove me, so what am I gonna do? Hero call. 一手 K 圈，在 hijack 的位置，162,000的积分牌。All in.依然是选择了 all in。那这手牌面对 hijack 位置的 all in， 我们的 raming 有一定的概率会选择跟注。啊，选择跟注。34万的后手，他的 ace jack 对上了我们 Soida 的 K 圈杂色。有7%的领先。翻牌来到86，两红桃，只有6张击中的 odds。哇，这个 odds 又减少了，因为多了一个红心。看一下，少了一张 K， 合牌，一张10，那么谁都没有击中。我们的 Ribbon 以一个 A high 收下底池，淘汰了我们的 Michael Soida。Famous， 我的手就打篮球打断了。对啊，那这蛮惨的。还好了，还可以滑雪，只要不进行对抗型的运动就好了。法国这边可以滑雪吗？哇，法国是全世界最好的滑雪胜地。是吗？世界第一。哦，这我是真不知道，我完全没滑过雪，我连应该说，我连认真的看过雪都没有，这辈子。那你的人生就太不精彩了啊！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 KK 是直接击中了一个顶 set。没关系，我可以看到一个精彩的翻牌，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顶对，还有一个在买花。好，顶对和顶三条和买花都没有去打，然后顶对啊，这里试的做了一个28,000的下注。那我觉得这边会不会 quick 选择一个埋伏用跟的？啊，果然还是选择了做一个跟注，太大了，1.5%。像买花其实对 John Goldman 来说，虽然现在买花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牌，可是对他来说，就是现在底池太多，好划算。28,000，很好的，没有买到，多了一个卡顺的机会。其实，在
这样子的一个面上买花不怕，因为三位玩家都知道，在这个面上其实，短牌中买花的成功率非常的低。那我们觉得 Quick 升，我觉得很有可能打一个 Jungle Man 后手，打什么7万、8万之类的，做一个价值下注。可以做一个，因为毕竟这边只有后门花嘛，那或者是后门顺，他应该不太担心哦，选择过牌。我们 Jungle Man 这里会不会偷呢？什么都没有，62000积分牌，124000的一个底池，他应该也偷不动啊。这个牌很有可能就直接，如果他不偷的话，我们的 Remy 是有很强的摊牌价值的，可能会直接选择做一个过牌了就。对。哦，还是偷了。军哥还是偷了。他偷了的话，我们的 Remy 会不会用一个 K 来抓他呢？那被抓之后 ，KK 又跟着抓。他也是蛮尴尬，他也是觉得我们的 Jungle Man 是在偷，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个玩家。Ribbon 很有可能会跟的，因为 Ribbon 本来就是一个打比较松的玩家。啊，果然会跟住啊！那我们的 KK 是爽翻了。KK 真的爽翻了。KK 这里不但靠跟住是一定要跟的，但还要考虑能不能加呀。62，好像是不想加了。哦，还是加的、哦。那这里我们的 Ribbon 是非常的尴尬了。面对一个加注直接秒盖，那三条 K 是额外赢得了一个62000加62000的一个注码，多赢了，这个 check 真的多赢了，哇，这个 check 真的是多赢了，不过也是一念之间啊、哦，真的是，将军们如果不偷的话，真的是就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对，太扯了吧，没有扯，真的没有扯，300公里耶，对，300公里，整个台湾全场也才300公里，300-400公里，雪道加起来。就是能滑的雪道，所有的加起来200-300公里，那还是很离谱啊！非常大，非常大。你每年都会去吗？我近几年每年都会去。几月啊？放几月时候去？只要是近冬，一般性在南法这边是，每年的11月底、12月初，哎呦，到来年的3月份都可以。那今年呢？今年会有这个计划吗？今年现在是几月份了？现在4月份，四月停雪了，半年后。现在的话只能去澳洲了。我说半年后啊。啊，半年后当然有啊、哦，半年后当然有。那如果假设我们有机会，半年后我们来相约一下，很想在这边一定会约到。可是冬天来的法国好玩吗？可以去瑞士那边，瑞士那边、嗯。好，好，我是完全不会、欸。好，这个牌他们的顶队又跟圈勾打光了。我们的 Ribbon 是直接用了一个圈勾啊，在这个面上，他有7张出牌。对，还有一个25%的胜率。哇，直接是接了短码，好，没有卡到，没有击中。我们的 Randy 又 double up 了。这里我们的 Remy 是、也是做了一个比较松的跟注啊。I understand that。一下子又复活到了28000。哦，在那个坎城那边有滑雪的地方。他到阿尔卑斯尾麦都可以，就是我家住的地方就是在戛纳的海岸线嘛。嗯哼。但我家出门。就是在我家的那个花园就可以往东眺望到阿尔卑斯的美尾麦、哦、那刚刚这边离瑞士远吗？也还好啊，你不用去瑞士啊，就是被阿尔卑斯山脉隔开了、uh-huh. 你要去阿尔卑斯山里面的话、uh-huh. 去最近的雪场开车只要1.5小时。哇，那蛮近的，对，非常快，好像蛮值得的。那年底这个法国这边有什么扑克比赛吗？在欧洲这边有布拉格的 EPT 啊，对对，布拉格 EPT， 好像可以好好来规划一下，先去那个阿童在戛纳的秘密基地，戛纳的那个 Cash Camp， 去那边生活一下。好，这里的 K 勾也是 call 了我们圈圈的一个 all in。哇，这个有点跟的有点松吗？太好了，二十三十个，在比赛的前期啊，任何的跟注都不松，我觉得有一个46开的对抗。好，我这边我会私信的帮我们的 Nanonoko Merendi 加油，顶住啊！希望这次我们的首次参赛能为我们的主播群带来一个好的成绩。好，在转牌击中了3条圈，河牌补足了葫芦，
成功的再一次 double， 哦，打到43万喽，就两手牌啊，从10万到43万，对啊，短牌的波动啊，翻钱真的非常的快，而且今天我跟观众聊到，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打法是大家变得很不一样，哎，很激进，就是他们感觉好像一夜之间是大家，我就说今天是跟那种一些什么国内俱乐部一样陷入池率啊，就打得太紧了不能玩，今天好多人就推了很多超级松的牌，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们的Peter Jun 的 UTG 推个什么 K Go Off， 他们慢慢的也发现这样子打法会更高 EV， 就一夜之间全部人都变了，感觉他们昨天是有人帮他们上课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昨天之前我们的那场比赛打得太紧了，他们觉得哇你们打这么紧，今天我们来展现一下什么叫松，两场短牌比赛啊，都会看到一场紧一场松，昨天是一场快速赛，所以也会打得比较的紧张刺激一点，今天虽然是场慢速赛，但是啊长速赛，但是打法反而比昨天快速赛更加的凶暴，对，超级多番茄的对抗啊，我们这里的哲王胆已经是拿到了一手非常强非常强的勾花，几乎是没有输面了，我们的青威令是有一个后门炸弹的出牌，但只有一个炸弹的出牌。好，我们的 Peter Jaten 是虽然击中了顶对，但是已经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游戏了。我们在数据上可以看到他已经 drain dead， 但是在纸面上他还是有一定的出牌，那没有方片。什么都没有的发展了，直接盖掉了。面对一个75000的下注啊，指望他这里在想，哎呀，中招了你，小伙子应该是有六啊，他都不知道啊，他已经是有一个葫芦这么大的牌了。哦，哎呀，河牌的一张八真的不太好啊。对，指望他这里。后排出现了一张八之后，他的葫芦都只能，可能大概率只能过牌了。对，少赢了。这张八真的发的太差了。如果没有这张八，我们的真威令可能在转牌，可能在合牌就要几乎可能会直接被打光。对啊，真的很有可能。应该会需要会变成一个支付。选择过牌。No diamond, 很难打，跟不动的。其次，面对对手在前置位的一个加注，勾勾也是比较的难处理。所以很多情况下，面对一个前置位加注，勾勾也是要盖掉的。对，这是一个比较优的策略。尤其后面还有很多人的时候，因为短牌里面你能拿到大牌的机会比较大，所以并不是很怕损失一两手牌。好，这手牌又来到一个四家底池。三位玩家的跟注，庄位的 Joanda 用 K 十杂色选择过牌，哦，直接是击中了一个天顺。啊，我们的 Joanda 真的这段时间是疯狂来牌，在没有牌的情况下，就连续的在翻钱收池，有牌的时候进场就会击中到非常非常强的牌。哎，这把还是有位置，又是 Button 一个最后动作，他可能在这里选择做一个中等下注，下注25000。在54000的底池中下注25000，做了一个半池不到的下注。那我们这里 A 十顶对带卡顺可以去做一个跟注的，那 Jaden 是一定不会用他的96跟注的，他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他也从来不会有一些歪脑筋。我发现整个比赛整场都没有歪脑筋，就他了，最没有歪脑筋。好，我们的陈维林现在是有了一个双头卡顺，顶对兼双头卡顺啊，出 K 出九，但对手已经是有一个纳次顺在手中。我发现，经常九王他有大牌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下手位玩家陈维林来跟他做对抗。看一看这个牌面对一个77000的下注怎么处理？
那我们这边全威令这边还有一个双卡顺的一个机会，对，九 OK， 发张九就有点惨了，顶对双卡顺啊，没有发出来。那河牌是出现了公对的话，也可能会影响九王大的价值。他这里也知道，那就对手过牌的话还好一点，对手过牌好一点，他就选择过牌了。过牌他应该能知道他自己秀当应该是能秀能拿下来这个底池。九王大也是非常沉稳啊，在河牌已经底池膨胀到258000的情况下，他不去再做一些危险动作做造大底池了。Quick 森看到了，真的他是拿圈八推的，可能他的之后的 value 可能能力就足一点了，就打出去一定会被人秒盖了，秒接了。哦，这边我们有 AK 对 AQ，Peter 今天会 all in 的啦，他今天的风格就是会 all in 的。他今天进系统的一手牌，加一的位置。啊，果然是选择 all in。那我们肯定可以太标准了，埋伏成功了，肯定是可以。他太标准了，一圈，也是一个翻，哇哦！哇哦！刚想说翻钱的骷髅，这才是翻钱的骷髅。哇！可是哎，这 Kaniski 有可能跑得掉。面对两家 All In AK 不跑了啦，因为两家都是一个20多万的码。对，照理说还是要去了。照理说还是要去了。可是之前有看过，就如果面对两家的All In 的话，好像 AK 比较不适合，90还比较强。那可以看到目前 AA 是爽翻了，两位玩家都被自己压脚了，自己的独占三人底池独占63的一个盛典，这个在短牌中很吓人了，因为短牌中可能单挑底池你都很难经常有一个64开，对，三人底池的64开太可怕了。所以你看真的是90就赢了，哦，合牌发了一张10。那么我们的 S King、啊哦、S King 是中花了，对，直接是拿下了一颗纳次花啊，合牌的一张梅花十，九王大成功的在自己的下家身上获取了巨额的筹码。那我们的 Rudo UTG 直接选择了一个 All In， 大概三几个前注，哇 ，Kensky 这边又埋伏到了，也不是埋伏到了。最后在看牌之前，应该说又捡到了。对，又捡到了，但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Ace Jack 在枪口位的 All In， 好，那 A 圈是肯定要 call 了。那么九王大可以轻松盖牌。这个时候九王大看到一张 A 之后，如果再眯一张是 A 的话，又大发了。我们的 Kings King 之前用一手草花 Ace King 赢下了一个三人巨池，这手牌。看一下能不能延续他的好运，压制我们的 Rudoi 啊，中了一个 Jack， 可是他有对手有十和圈的出牌，还有25%没有发出来啊，发出来。好，我们 Rudoi 翻倍到将近50万的筹码，这来来去去非常的快，48万的筹码对上542000。那我们这边的 Quick 森会不会选择？Tournaments, yeah. 60. 好，选择一个加注，加注到十个前注。哇，我们的 no, 我们 Ribbing 是绝对不会盖牌的，然后 Ribbing 这边还是选择一个跟注。哦，是直接 all in， 哇，这 A 勾是扣不下来的。照理说，这 King Queen 是推不太出来，可是他真的很猛啊，371000啊 ，A 勾真的，在 High Jack 位置加注，面对一个庄位的反加，扛不住 ，A 勾扛不住，好难扛啊。因为这毕竟不是 Cash Game， 这是一个限，是一个锦标赛。A 勾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就是他面对一个被三 B 的一个对手范围，其实 A 勾真的是。基本上没办法领先了、啊。这里会面对到大量的 AA、AK、A 圈，然后还有圈圈啊。
圈圈 KK， 当然包括这些圈圈 KK。对啊。哦，还是跟了、哦。哇，我选择跟住了一个勇敢的 hero call 啊。这是蛮 hero call 这个 Ajax。也是因为对手的形象比较松，并且是在庄位。嗯，那现在是个五五波的牌。因为他本身在 Hajack 的一个开始啊，就已经是比较的松了。那他的 A 勾其实是在对手的眼里啊，他读到自己有 A 勾这么强的范围，那么对手有可能在这里会，reshove 一些比较边缘的一些牌力。好，我们就击中了一个 Q， 还有三张 A 的出牌，哇，直接是击中。哦。那么对手的五张出牌合牌看一下。哦，这真的是超车，超车再超车，真的是超车超车。翻前 A 勾有两个点的领先，真的是五五波哎，所以超来超去，然后再翻牌被超车，转牌超回来，合牌又被对手的两对击中给超车，真的是短牌真的好刺激啊，真的好刺激。我会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会选一些我要去拼，我宁愿拿个九十十勾去扣，你拿个 A 勾去扣，很绝大多数是比较会容易被对手当面的，绝大多数了。那但也许他打得比较松，这个 King Queen 真的算看到算好，就看到算好才五五波，所以他基本上他要看到什么是好的，他没有、啊、在他的系统里面其实还蛮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比较松胸的选手、啊、所以他会去翻前做一些很多的对抗，他觉得判断这里对手，因为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对手是一个会推一些很松范围的选手，可以看到我们的场上选手也是对对手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解读。好，我们的这手牌他直接选择 all in 了他的勾圈同色，是八万四千的积分牌。那对于我们的 jungle man 他也卡在中间了，那如果自己盖掉的话，我们的清 win link 是会秒跟他的 A 圈，应该会秒跟哦、oh, 上了、oh, 那 A 圈就难受了， A 圈有可能会被打盖掉， A 圈非常难受啊，这手牌A 圈还在思考，哇，真的是被打盖了。进去的话，他是压了两家的脚，三位玩家就互相压脚啊。十八万四千对上十七万三千。But there's no more chips left. There's no need for potential. This game is down by logic and reason.八八六的一个翻牌。Nine of diamonds. No, not like. 哦哦哦，这样的话只有三张圈的出牌了。对。没有发出来，那我们的 A 勾是成功的又一次 double。哦，他是子弹用完了，刚上他的子弹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还是有两发子弹。Minus one professional. Makes it better. 他应该是穿个衣服吧？ I didn't know. 是吗？好、哦，我们这个 Rudoy Ace King， 做了一个跟注，啊 ，The Wong 八六同色也选择跟注，一如既往的松。当通真的是打有够松了。Michael Soida 跟注一万六千 ，Dronda 选择过牌。八六在这样子一个对抗中其实还蛮有优势啊，但发这个面就有点差了。我们的 Michael 说一下集中两对，我们的 Rudoy 是有一个 Ace King 的顶对顶踢脚带纳兹顺的听牌，他应该我觉得比较适合，也许是一个他打一个两万五可能过牌的一个，走了一个三万五千的下注，在七万两千的底池中下注三万五千。所以大的两对，选择做一个跟注。那么我们的卓王大师选择盖牌。转牌，来到一张十，他是击中了葫芦。那如对现在是。很难去反超了，只有 K 倒。
他应该要谨慎啊，已经没有一个顺子听牌的 outs 了。Hey, you book me? I only have 230. I want to gamble bigger. I never. Huh? Is teacher playing now? 好，我们这边我们 Michael Soy 已经击中一个葫芦啊。选择在后置位过牌，隐藏自己的牌力。好，对手这里是一张 Ace， 那可是一张勾就成顺，那应该也选择一些过牌的一个埋伏。那这里的 Ace King 顶两对啊，继续选择过牌，这个牌面发的也是不太好，这也是位置的劣势啊。他这里 Ace King 面对，如果他在后位的话，如果 Michael Soida 在前置位选择埋伏啊，他可以后位轻松的开牌。我觉得可以他打一个什么满池吧，14万这样。他一定会打很大的。15万。哎，果然打了一个超池。Michael Soida 的一个打法就很像，Hexen 还有 Brinkini 这种，他们这种流派的，在合牌的价值都会拿很足很足。对。虽然很多时候对手是抠不动的，但是一旦队友抠上来就会被咬掉一口大肉，而像他们当他们炸胡的时候，对手的弃牌率也是非常高，对，很凶狠啊，手很重。那这边 S King 来说应该完全算是跟不了。哦，汤多朗直接 all in 了，还有 S King， 哇，汤多朗拿 S King， 真好不像他的牌啊，汤多朗居然拿 S King， 哎、欸，他打的非常直接，收下底池，Everyone knows it though. Yeah, so just think new. Make everyone go do more homework. Which card is this? What happened? Can I change the game now? No, he was saying, I think we should do it. Kill cards, stuff like that.No, he was saying that it should be redeal. One card still. 看一下这个牌，我们的 Jomanda。A 七杂色选择跟注。Kenisky 也选择跟注他的九勾。三加跟注，德旺在庄位选择过牌。好，击中了一个 Ace， 那汤多朗一个 A6 买一个卡九的顺子，可是我们这边庄打已经中两对了。而且对手是有两个玩家，有一张九，就即使出了九啊，也很怕了，因为对手也有可能是有上面顺子的一个概率。在短牌中下顺的一个听牌啊，打得很严谨。嗯，然后汤端应该还比较倾向于盖牌，因为毕竟，很多玩家可能还会有个十勾的范围，买到九就变成自杀。因为两位玩家都有一个上下买卡顺，我九勾， okay. 上卡十下卡。Kenisky 可能也会买，因为毕竟上面没有花的组合。应该会买啊，上卡十下卡。那汤端应该就放弃了吧？有好多奥子，场上没有一位玩家有十啊。只有一张六出现，那么我觉得大概率能买到，哎，就汤端会 bluff all in， 做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哇，那太夸张了吧？很难讲，大家感觉有点想法，不要乱来，盖牌吧。哎、哇，刚讲完，他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他就真的 all in 啊？这是搞什么？打的也太松胸了、啊，这个而且被我大亨是完全猜到了德旺的心理啊！现在完全他是不走正规路子的，就最不可能的那，要么盖牌，要么跟注，再烂一点，反正最不可能就是 all in 嘛，他就 all in 了。
我的确，德玛是一直，他这个风格啊，真的是从来没有变过啊，从来没有人知道，十年都过去了，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十年都过去了，风格依然如故。怪不得是能吸引这么多的万千粉丝，对，真的是，不管你们对手怎么打，我就这么打，跟你拼波动，就被我们的庄庄打跟了。那这两个买卡顺应该就只能放弃了，九勾就活生生的被 move 掉了，本身好好的可以买，就会不会他这个 move 就帮自己就真的买到？因为这不太能赢啦，就只能买九啊，已经是两张九了。目前底池来到60万2000，他这里如果强买的话，就要跟九王大做一个输赢了。九王大的后手还有61万2000，他这里如果是真的强买的话，这边不会强买了，不强买了，因为他如果他也知道，他这个后手一旦进去，九王大就跟他打光了。对啊，就是跟九王大强行做输赢了。他也知道九王打一定是有击中，而他的买牌也不落后于对手的太多击中。我们的 King's Key 最后一个玩家，但可以想象的一点是，一旦他刚刚一旦跟住 King's Key 这里100%是个 all in， 嗯，他的底池太好了。如果之前有一个跟住的话，那么底池将会来到将近90万。他现在后手42万2000，目前底池里面是60万2000。他只跟住了3万，他需要加注209000，去跟住一个81万1000的底池。那么他只要做一个，哇，他如果这里，其实他现在跟住的胜率是完全够的，超的很多。他只要有1/4就25%左右的盈率。买六买十嘛。他只要有25%左右的盈率就可以了，算上潜在赔率啊。如果他要跟九王他打光，因为他最后一个嘛，因为他最后一个位置，他跟九王他打光的话，有效筹码，哎，现在看不到他有效筹码是多少，42万是吗？他应该被 covered 的，209000要加再多加20万的话，就是40万，80万120万，那现在就是买一个双头顺，啊，就盖牌，因为他不是买最大的双头顺，那是7的盈率，可是他可能怕。有人有，已经有，甚至有人可能主好顺子啊，或者什么的。主好顺他也不怕，他有个上顺买。就上顺的话就剩4张，一张勾。90的话就剩，剩9了。头牌出圈啊，那我们的 Tom DeWong 是又被九王打给清走了。啊，又一次终止在锦标赛的。他这样子真的会。不会有没奖金圈也不是没有原因啊，太奇怪了。但他一旦这个打法在番前做波动啊，赢下来啊，那就非常的，一旦有个好点力，就能非常大的提升他的筹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虽然他几率会比较小一点，而且这种机会比较小一点，就打的都真的太松浪了，那一向就是他的风格。坐下来，展现一把哥的传说。然后再起身潇洒走人，去边上打 catch game。对于 Tom DeWong 来说，锦标赛一直是他不太去关注的领域。I have pair, flash draw, and gut shot. 带队抽花买卡顺，这上一手牌我们的 Ribbon 的牌力。在加一的位置选择了跟住我们的 Randy 一个66，位置有点靠前，那筹码不是很深，可能直接盖掉，还是选择跟住啊，因为只要是16000啊，他底池筹码比啊，在短牌中只要还是有10倍以上就一定要跟啊，因为你想有18%的概率能听到吗？可是因为还是要考虑位置比较前面，在长牌中啊，极限的一个后手比是12:1，如果是打得紧一点的话，就是20:1，然后在短盘里面可能要都乘以一个，都除以一个1.5嘛。So I make mistake. Okay. 所以只要8:1，极限只要8:1就够了。极限只要8:1，打得好的话都能实现正一比。紧一点的话也可以有一个13-14。So you have a medium hand? I don't. Jungle man,
S King 选择做了一个 all in。啊，我们的 Peter Jaten 啊，对啊，他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什么时候出现的？他刚刚可能去吃个饭之类的。对，他刚刚可能是休息一下。对，然后兜了一圈，哎，没什么好吃的，继续回来打。所以消失了15分钟，又回来了赛场。被我们的 Ribby 拿十勾就跟了。也是一个五五开对抗，看一下。哦，直接中两对。还有一个四张圈的出牌，啊，转盘还是有很多出牌的，提升，哎呀，圈 AK 哦到了，超车，超车成功，超车回来，超车成功，我们的 Peter Jaten 又可以重新向我们展示他的系统和他的执行力。刚刚当做热身，先试试看新打法，就发现新打法好像不太行啊，回去吃个饭回来，还是照原本的打法好了。应该是林清伟，我们七七直接改掉。那我们 jungle 面对个 A 九 ，hijack wedge 的 A 九同色，面对后面只有两位玩家，他这里可以做一个加注，啊，直接加注全下。哦，直接 all in， 也是不错的一个办法。哇 ，S King。选择做了一个跟注。那我们这边 AQ 不同花，我觉得是对我们的 Randy， 我们的 Nanoko 是个难题。马上看他皱了个眉头。真的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手牌。对，可是面对两家 All In， AQ 是不会盖掉的。sorry， 说错了 ，AQ 是必须要盖掉的。这你要跟就跟90或10勾同花，这 AQ 就是要盖的。对两家的 All In 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去跟了。对啊，因为前面两位玩家真的是，虽然两位玩家都很松，但是他这个 A 圈进去。哇，真的就是去搏命了。我觉得他是会盖的，虽然位置是比较后面的，可是我觉得以 Randy 的打法，我觉得他还是会盖掉。不过蛮危险的，因为他筹码比较少，这是他一个翻倍很好的机会。Randy 这里正好拿了一手 AK， 其实蛮危险的。我在这里真的会跟住啊，因为前面两位玩家真的是好松啊。对啦，是真的，真的 Randy 是真的是松啊。他们两位玩家形象都不好，真的都不好，真的都不好。可是 AQ 不同花，我觉得这个因为不同花有可能救到他。好。纪律良好，我们的 Randy 选择盖牌，选择盖啊！看到对手有一个 S King， 还非常开心，开心，开心。他看到对手有一张 A， 才知道啊，他肯定落后了，被压制了。不可能比他小的牌会跟 A 六 H 又不会跟。他看到对手有一张 A 就知道他小了。他们 Randy 在庄位也非常开心，盖掉了 A 圈、哦。不然的话，这手牌如果没有 A 九啊，那 A 圈一定会秒跟他的。对对对，真的一秒都不带响的。我击中了一个九。Four, please. Four, please. 八九。哇 ，A 圈中顺。Queen, Queen, Queen. 哇 ，No Queen. No. 嗯。哎，我们 A 圈进去反而赢嘞。对 ，A 圈进去赢啊。三条九是击败了我们的 Ace King。如果我们的 Randy 筹码再少一点，他刚好20几万，如果再少一点，十几万就一定去了。对，虽然结果论上他赢，但还好是还是佩服他在番前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弃牌，对，很好的一个弃牌，是没有那么多。啊，我们的 Ribbing 是又一次 S King 选择 All In 13万，啊 ，A 十是选择做了一个跟注啊。也是因为对手的一个筹码也是不多了，只有20个不到的前注，直接击中两对。那我们的 Raven 是两次 AK 啊，好惨，两次的 S King 都选择都是被击败了。那现在好像还可以买入吗？现在还是最后一个级别应该。